先生，您是从哪儿找的这些书的？把那个女人给我带上来。各位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敖家与落花宫勾结，想趁赏书大会之时把几大书楼的藏书都偷走，让我们以为是葬身活底，可惜被我先查到了一步。大家还记得那天晚上楼内的打斗声吗？就是这个女人和我的下属在交手，我的人一直在跟踪他们，还好把那些书都寻到了。大家不要听他的，他一派胡言。还呸！你这个妖女，为了偷我敖庄的藏书竟能潜伏十几年，你藏的什么心？你把自己男人害死还不够，还害我们整个敖庄人。先生大义，我们绝不会忘，请先生将这妖女交给我们处置吧。你们准备如何处置她呀？乱箭穿心，射死她。拉出去游街，乱尸砸死。敖家不是有楼规吗？那就按楼规处置。各位，书可以还给你们，你们清点之后尽可以带走，可这个妖女还留给我审问吧。是是，你们都被她迷住了眼，你们瞎了吗？那些书都是这个人偷的，现在她又来还给你们，一定还藏有野心。你这个妖女，不许污蔑我们周先生。周先生给我们钱帮我们修楼修书，还帮我们拿贼寻书，这等大恩大德岂是你们这些妖孽所玷污的？可惜啊，这落花宫跟敖家勾结，方文静又跑到敖家的风满楼上藏了起来，我有心保敖庄的安宁也无能为力啊。先生不必担心，先前不是说过吗？谁替各书楼找到这些书，便立他为敖庄的总楼主，各书楼的力量都由他调遣。正是，我太岳楼愿全力以赴助先生灭贼，只要先生为我爹报仇，从今往后我愿做先生的牛马。我西风堂任凭周先生调遣，我们藏书人只管藏书好了，何必要趟江湖之水呢？周先生帮我们找回了藏书，我们还是要回去各自用心修整为师啊。像千心阁这样的以后谁还敢帮？随意食言的人还称自己是读书人，真是可笑。我千心阁从不涉入恩怨，这规矩是祖宗立的，可不能从我这儿破了呀。饶了我！这是我家的人呢，为何要打他呀？他趁乱偷了西风堂和太岳楼的书，被我们发现了。我没偷书，我没偷书。好啊，你这老王，平时装作与世无争，背地里教唆下人干这等丑事，与陆皇宫有何区别？我没有啊，我，哎，我支持周先生。哎，我愿听周先生调遣啊。好，既然各位鼎力支持于我，我也就不推辞了。三日后还望办个仪式向天下告知，如何呀？当年我落难的时候，你曾出手相助，
今天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你答应我帮我做最后一件事，你便可以从这出去。什么事？怎么才能让我不走火入魔？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内力无法控制。我说了你也不会听。说。恋落花诀之人心中仇恨越多越会走火入魔，师兄教你恋落花诀，不知是帮你还是害你。你现在有两条路。哪两条？一条是离开敖庄，断了报仇之念；一条是卸去自己的内力。你以为我是孩子？你这么骗我，你等于是在侮辱我。我知道你不会信，孔一白。当年落花宫对不起你，可你爹不是因为我师兄偷书而死，而是被你的家人活活气死的。胡说！你把账都算在我们身上，这口恶气你憋了18年，你却不知道仇恨是把双刃剑，你在回你仇恨的人时，也在回你自己。别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帮我化解掉，你也不可能帮我化解。现在懂得落花残卷的只有方文静。对，谢天是不是也在修炼？怎么了？你怕了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从文从武，我都是天下第一，我是天下第一，我是天下第一。孔一白，你是进不了我身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凭你的武功，这扇门根本就挡不住你，你为什么不走？哼，我虽关在牢中，心中却有一片光明。你虽行动自如，心中却是一片漆黑。师兄，此事蹊跷，孔一白为何要把这些书还给他们？你看，他们各楼楼主为何看不出真假？嗯，
这两本书修得极其精妙，能辨其真伪者，我看只有我和子书二人。好一个金蝉脱壳，真本必定藏在周府。明天我们兄妹二人一同去查个水落石出。这就怪了，果真让他给找到了。说的也是啊，还一卷不剩的都还给了各楼。难道说？我想，我们不用再怀疑方先生了，那书肯定不是他偷的。这我知道。那书会是谁偷的呢？难道说，是姓周的偷了出去，又再把它拿回来？未尝不可，此人野心不小啊。二弟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和方兄都谈过此事，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这位周先生如何走下一步棋。我们俩本料他将书运回家去重庆南湖楼，却不料今日他竟将书献了出来。他的心还不清楚吗？他想占了敖庄整个四大书楼。他如果真的想那么做的话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们想，那几大书楼都自私的很，怎么可能听他调遣？报，老爷，各大书楼都已张出榜来，三日内立周先生为敖庄总楼主，向天下告知。什么？难道说，那几大书楼都被鬼迷心窍了？他们哪里是被鬼迷了心窍，他们是被自己迷了心窍。等着瞧吧，一场天大的闹剧就要开始了。报！方先生出门走了，小的没拦住。他说去了什么地方？他只说在贺院书房留了一封信，请各位看了便知。走。写的什么呀？方先生说，让我们敖家的人不要再出大门一步，要紧锁大门。他说，乱世就要到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去了州府。西风堂县千年灵芝一枚，奇石灰墨一套。千星阁县文房四宝百套，镇阁之宝千星铜刻一套。太岳楼少主亲送，太岳楼紫金对联一副，镶金门槛一套。这太岳楼少主怎么把门槛都送来了？先生，那门槛乃祖先所立，防的是外人随意踏入楼中。从此后，我太岳楼对先生再无门槛，每天都盼着先生前去观见。好，难得少主一片好心，赐少主一软座，请吧，先生。先生，那方文静在门口要求见您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周先生。方文静，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，有胆量。周先生，我方文静
可不是一个不自量力的人。我看到几位楼主都来向您献礼献物，都来向您争幸争宠。我这么一琢磨，我方文静此时不来投奔周先生，还更待何时啊？好，先不论你从前的是非，只要你归顺我，一切事情都好说。来啊，赐方先生一个座位。慢，怎么，不想坐我的椅子？周先生，几位楼主都是带着重礼来的，我方文静来得太仓促，没有给您准备礼物，无功不敢受禄，赐座我看就不必了吧。算你明事理。周先生，敖庄向来是个讲礼仪的重镇，是天下读书人无不敬仰的地方，怎么能忘了祖宗立下的规矩，胡乱投在别人的门下呢？我看这个礼数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方文静，你在骂谁？千辛阁主，请您老千万不要误会我说的意思。我方文静还真怕自己说错了哪句话，会得罪了大家伙，要遭陷害。孔一白，这18年来的恩怨，我看你还是在我方文静身上了了吧，又何必玩弄大家呢？方先生，你以为你暴露我的身份，这样就可以救敖庄吗？孔兄，我想，一个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人，恐怕他也很难取得别人的信任吧。当然能。18年了，我就为了等这一天。方先生，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来。如果我不来，孔兄，你如何能学到落花诀的真谛呢？想不到这天底下果然有你这样的人。不过我还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叫我落花诀？孔兄，你原本是个天分极高的人，我教你落花诀是想让你用它化去你心中的怨气，使你获得重生。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教化我的。不过，我一定要让你看到，当年在那个南湖楼，在那个你曾经划伤我脸的地方，哼，我要当上四大书楼的总楼主的盛况。18年来，你祸害我南湖楼，恐怕你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吧？啊！可惜啊，我看那四大书楼的楼主，他们只是怕你，而不是服你。可见，你并没有降服他们。我降服他们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已经降住他们了。二位师伯，到底怎么了？孔一白不就是南湖楼孔家的少爷吗？你们为何如此紧张呢？大祸临头了，你不知道。18年前他还是个孩子，怎么能知道孔家的事呢？我听我爹说，南湖楼是落花宫所偷，与我们一点干系都没有啊。你爹呀，没有跟你说过，当初啊，这南湖楼落败的时候啊，我们几家书楼啊，都，嗨，各位，我们家先生请你们去正堂说话。
几位楼主，三日之后我们就要选出一个总楼主了，不知各位心中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先生，我们早就定了，一致推选您。哎，我做不做总楼主不急，各位也不必急着说，可是我觉得不管谁做总楼主，总要制定一份新的藏书要则，否则我们几大书楼何谈一统啊？嗯，先生说的是，是是。我已经命人草拟了一份藏书要则，现在就念给大家听听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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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从今日起，四楼归一统，先生立藏书要则，请大家听好。第一，各楼家人不得登楼，唯有楼主准登。第二，非总楼主允许，各楼楼主不得登楼。第三，楼内藏书要编辑成录，每三个月报与总楼主，不得有误。第四，学堂除规定书目外，不得有杂书，民间不得有书，违者重罚。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这孔一白，他立下的规矩加起来比我们四大书楼还要多。最可气的是连民间都不能有书，所有的书都要藏在楼中，这跟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？子轩，那些人都答应了，这敖庄的人都疯了不成？哎呀，快想个法子吧，怎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。这一关是过不去的，现在各楼都在看着我们，孔一白自然也不会放过。落花宫被他整治完，现在就该是封满楼了。可当年三弟并没有得罪他呀。恰恰是三弟伤得最深，三弟没有收他的书，正引出他的怀疑。当年孔一白一心想得到弟妹，不惜降低身份混进咱家，爹看他有修书的本领，暂且将他留下来。他整天看着三弟跟弟妹卿卿我我，能不恼吗？哼，我看这孔一白就是一只白眼狼。今天我一直在想方先生对我说的一番话，他说我们敖庄积的怨恨太多了，出去看看哪一家书楼不是对别的书楼怨恨在心呢？娘，您不恨如月吗？您不是也恨谢天吗？爹，您对方先生不是也怀恨在心吗？这些怨恨，这些怨恨什么时候才能了却呀？大哥说的对，可我们也不能轻易向他们臣服。方先生说过，读书人最该有的就是傲骨。子叔，这话也是方先生教你的？嗯，没错。大伯，我们就是都完了，也不能没了头脑，像他们那样听听别人的唆使。子轩，咱们现在就去封满楼。好，大伯、二伯、伯母，我们先走了。封满楼要是垮了，我怎么向爹交代啊？大哥，封满楼不会垮的。何以见得呀？你看他们兄弟不是比我们强了许多吗？
先生，我们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会不会已经逃出去了？他不会逃出去的，他就在敖庄。你们给我看好每一个院子。是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弟妹，弟妹，你出来了，你不是关在地牢里吗？好像还没有能关得住我的地方。弟妹啊，你武功这么高，姓孔的当然不能奈何你，可是他有枪啊，你还是要小心点。大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从前所有敖家的护楼兵重新招回来。可是现在有十几号人看家护院已经够用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听我的，召回的这些人一定会用得上，而且就在这几天，孔一白还给各家书楼的书全都是假的，他企图只手遮天，把所有的人都骗过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各大书楼的楼主都看不出真假？孔一白是何许人？他当年教我修书之法，我相信若他亲手作假，恐怕很少有人能看出来。如果找到证据，就要做好他翻脸的准备。到那个时候，凭几大书楼现有的护楼兵，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抵挡不了他的。我知道了，弟妹。可是招兵需要钱呀，我们丰满楼从来就没有屈从过州府，哪来的钱招兵啊？这里面是落花宫的积蓄，我全拿来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收下吧，这些呢是我师兄让我给你们的，还有一些是我嫁到敖庄的嫁妆，是我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钱。弟妹，你对我们敖家的恩情，让我们怎么报答你呢？嫂子，这你就说错了，我就是敖家的人，要什么回报呢？时候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身上伤没好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我宁可死。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的救我？这好像是你第五次跳了。我要不救你的话，你有几条命都不够。哼，杀了我吧！你又不是没杀过人，没见过血。不要以为我谢天只会杀人，从今天开始就由你开始，我不再杀人。哼，谢天，你少来这一套，到了今天这地步，你不恨我，你不恨我主人。我刚才看到了一番新的天地，我才明白恨别人是没有用的。你看这天地之间多少生生死死恩恩怨怨，他全都包容，日转星移，还有什么不能化解的？过去你们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已经全都忘了。我看你气色不好，
你每次输气为我运功，就不怕趁机杀了你吗？你还算忠义之人，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你的。化去你心中的怨气，跟我一起体会落花的境界，你会好得更快一些。我才不会学你们落花宫邪门歪道的武功呢。我已经为你输入了真气，难道你没觉得你的丹田有一股暖流在游动吗？没错。我如果要害你，我早就害了。觉得越来越难受。从今天开始的训练，不许出声，不许喊号，你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到当年剑阵的威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开始训练。是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先生再见。再见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先生，请您回南湖楼为小姐守灵。我会去的，但是要再过两天，回去跟你们周先生说。三少爷，先生说您现在就要回去，我们就是来接您的。那我要是不去呢？您怎么会不去呢？先生说，小姐生前最看重的就是您。那我总得回去拿几件衣服吧。放开。先生让我伺候三少爷的衣食住行，哪一样都缺不了。让开。放开我。你。三少爷。放开我。得罪了。放手。爹。三弟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嗯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了，可能正在回来的路上吧。大老爷，不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三少爷被周府的人给接走了。啊？哎，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爹，快去救三弟吧。他们这是冲着你三婶来的。不必了，我料他孔一白不敢动紫萱一根汗毛的。吓人！我是让他们把三少爷给请来，他们竟然把你给绑来了，真是该死。子轩，你受惊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就是我孔家的南湖楼啊。18年前我从这个地方被赶出去，
现在我又回来了，而且过两天我们要在这里举行各大藏书楼选举总楼主的大会，我还专门在这里为雨桐设立个灵堂，今天你能来看他，他会很高兴。恐怕你不是这个目的吧？赏书大会那晚发生的事情，都是你策划的吧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女儿都害死了？子轩，你太不长记性了。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，于同是被你妈、被谢天、被你们风满楼害死的。你到底要撇到什么时候？子轩啊，其实我一直很疼你的，你别陷入那么多是非当中行吗？等我当上了总楼主，我还希望你能来帮我打理一些事务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恨不得杀了你。我是雨桐的爸爸，也应该是你的爸爸。你就那么恨我吗？好好想想吧，子轩。你在这为雨桐守灵，别人不会说什么。等我见到你妈妈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她。我妈妈不在你这儿吗？在我这儿。雨桐，我想收你一辈子，可是现在不能。你爸爸把我关在这儿，不让我出去，我……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啊？如月，你这么心神不定的，你是怕什么呀？没有，如月是怕先生遭到行刺，现在外面这么乱。就是谢天来了，我也让他有来无回。如月，啊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先生，如月给您泡杯茶去。
杀了那个老贼吧。不能去，他会杀了你的。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？我对你神秘的坠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，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，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，我飘呀飘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我对你神秘的坠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，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，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，我飘呀飘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，我飘呀飘飘不进你的掌心中，掌心中。